那下面我们进入自由辩论环节。首先由原告发言。各位律师好，大家好。首先我想问对方一个问题。你们是不是认为楚先生，打赏行为是一种对平台的赠与行为？对。但是根据合同法185条和186条以及相关的学理解释，赠与合同的完成要求必须所有权转移。那么，既然你方提到根据新用户注册协议，楚先生是对 A 平台线下的各种虚拟货币不享有所有权的，因为所有权始终都在平台手里。所以说，这个赠与是如何实现的？这个赠与是根据楚先生赠与，实际上的赠与的对方是平台，他从来没有把这东西赠与给主播，平台是这个赠与的一个接收者。所有的虚拟货币都是在平台所有的，对吗？所以说，为什么是楚先生赠与给了平台？楚先生凭什么赠与？